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要遇见的是一支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的乡村管弦乐团。刚才咱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这个乐团演奏的《金蛇狂舞》。确实呢，对于一个乡村乐团来说，已经可以说是欢快激昂，气势不凡了。乐团现在有80多个成员，是由当地的农场工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虽然组建只有4年时间，他们已经能使用近20种乐器配合演奏，既包括二胡、古筝、唢呐等民族乐器，也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各种西洋乐器。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人啊，就是乐团的组建者关月生，他是一名退休返乡的老教授，今年68岁了。在4年的时间里面，关月生义务地教乡亲们音乐知识，用自己的积蓄和退休金买来乐器，建起了教室，创建了我们看到的这支乐团，把音乐播种撒在了乡村田野。冬日暖阳下，五花八门的乐器声从潢川县一所学校飘扬而出。教室里，关月生正在指导学员们练习二胡。我去那边，过一会儿我们就合成。一曲演奏完毕后，关月生来到隔壁教室，随着他指挥棒的挥动，原本稍显凌乱的演奏瞬间迸发出激昂的旋律。一边的农工乐团的，又有我们那个我们六中的教师乐团，我这边的西洋乐在这边练，那边是民乐在那边练，练罢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金色狂舞，我想给奶奶这个中西混合。从认识五线谱到节奏训练，学员们掌握的乐理知识和演奏技巧都是关月生一点点耐心教出来的，而乐团的绝大多数乐器也是关月生自掏腰包买的。我们最可敬的一个沙教授，为啥说他沙，这个沙是双引号的哈？你看他退休了以后，他把他的退休金，然后还在外面讲学的那个课时费啥东西，全部拿来用来买器，买这个乐器。想到农村的条件差，买不起这些乐器。因为从小都有个音乐梦想，没得人教。关教授大爱，他免费教俺们，所以我想了，抽出时间要来学。俺们的手全部都摸上浆子了。以前年轻17、18岁，弹琴曲儿、吹个笛子、吹个口琴儿都爱接一套。最后有病了，都没得玩了。瞧到关教授了以后，他愿还继续玩，他的音乐能给人带来欢乐。我也好，又重新接着胡捡起来了。现在我可以拿个几十个歌不照谱都可以。那个关教授呢，结果人家学老师话，他很教人很诚恳，生活还艰苦的很，他顾不得走话。因为俺们走了以后，他可是慢慢的对嘛有点饭吃。我们这个不用钱都拿，当当当当当，一遍拉一遍再用它啊，来听一下。从早上8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4年时间里，这样的免费音乐教学几乎每天都有。如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已经能够流畅地演奏乐曲，而这也是关月生的一份特别的乡情。音乐之乡啊，一到潢川那里到处都有音乐呀。你想一个活在一个音乐世界里，它不太美好了。咱们看到了哈，这个好多老乡啊是根本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能让他们去演奏二胡、小提琴等等这些难度颇高的乐器，而且你想还不是童子功，还不是从小开始练，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关教授的确是了不得呀，但是翻看他的履历呢，你也的确能感受到他的不一样。关月生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二级指挥家，
2019年，他从武汉艺术进修学院退休之后，就回到了家乡河南信阳潢川。归去来兮的老教授关悦生，从零开始组建乐团，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思前想后定下的目标。他不仅要打造农工乐团、教师乐团，还立志让家乡成为中国的音乐之乡。这样的远大梦想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20世纪50年代，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从一片荒芜被开垦成良田。这是关悦生长大的地方。如今的黄湖农场已经成为了休闲度假一体的新兴农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关悦生返乡之初，看到乡亲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生活却没有他想象中的丰富。我一回了老家呀，到了黄湖农场，我看到处是麻将声，一去看那个麻将都是推不倒的长城呐、这个呼啦又推倒又麻起来，一风一俗，莫善于愿。当时我那时候是有个愿望，学回老家能培养的音乐人才。我说我从老家走出去了，看还能有一部分这样的搞音乐的孩子能走出去吧。关悦生想把黄湖的人从麻将桌带到乐器前，起初没有人相信他能干成这件事情。一天到晚打麻将，一天到晚就吃完饭就等着别人打我电话，看着手机，别人打电话看哪里三缺一。让我们这些人学音乐，那个刚开始都在那里笑啊，看好像是感觉到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关悦生先干了起来。他拿出数十万元的积蓄，购买了音响设备和乐器，把旧厂房改建成了音乐教室。农场里突然冒出的这个新奇场所，一下子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开课时竟然有100多人报名，有的还是一家三代一起前来。他刚开始来，我以为说，哎呀，那教我们乐器，我又教唱歌，我后来是乐器，我们才就慢慢从乐理学的，然后还学了那个，学了世界接轨的五线谱，然后又学了西洋乐，还学了民乐。乐团创办之初，只有关悦生带来的10几把乐器，而最终留下来的学员有50-60人，乐器不够，关悦生就开始自费分批购买。从笛子、萨克斯到圆号、大号，再到大中小提琴，慢慢的，这间乡村音乐课堂上出现了10多种、60多件乐器。一开始我想的呢，这个上课不收费，那个地方不富裕，你叫他上课再要他的费，他说我不如干活赚的钱呢。好像学了一段，我想着每人还要乐器啊，乐器又得要钱呢、我想呢，我有点积蓄呀、我的退休金呐、在南方啊，这个广州啊、江门呐、这一带讲课的费用，我都带过来了。我跟有人开玩笑，我说，我就不用南水北调，南迁北用。我就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农工乐团搞起来。在黄湖农场乐团，关悦生既是团长又是教员。每周3-6日，他把大家组织在这间教室里学习，从最基础的理论学习到各种乐器的演奏，关悦生教得用心，学员们也学得火热。慢慢的，关悦生的热爱成了大家伙的热爱，他的坚持也就成了所有人的坚持。都是做饭闲聊以后没得事啊，在家里头都直接吹的，聊来吹两首曲子，个人心情格外舒畅些。原来干活累的跟啥子，你自从也学了乐器了，没得事，
踩个连腿干个活的时候，俺们都在一边干一边都可以哼到曲子，也感觉了不多累。铁了心的老师和着了魔的学生，让整个农场充满了文艺气息。现在的黄湖农场，很多人都能拿起乐器露一手。曾经的麻将声，渐渐地变成了交响乐。这个麻将桌是我以前没学乐器买的，天天打麻将。现在学完学了，自从跟着教授学乐器以后，我就把它盖起来了，当饭桌了。哟，你的乐器还挺多的呀。啊，我现在有会了五种乐器。都会吹吗？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件乐器，是教授免费送给我的。我学了它3年，我最珍爱它。我现在可以吹几十首曲子了。再后来，教授就说也不能光会一样啊，然后让我们再学学民乐。最后教授又送来我小号和二胡，再到后来我看那个教授他给孩子们学小提琴的时候，我听到声音很美妙，我也很狠心又自己买了把小提琴，又多学了一样。刚才这段片子里边有好多这个又反差又和谐的画面啊，比如说田野上吹起了萨克斯啊，农村的家里摆上了西洋乐器，还有一个小伙穿着一身西装吹着一个唢呐啊，确实很有趣。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平时干农活的手现在摆弄起乐器来也非常灵活，但是练过乐器的朋友都知道这需要多少的练习才能达到现在这个状态啊，可见村民们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关老师在这里面下了多少功夫。那在这些功夫下完之后，现在你再去到黄湖农场，池塘边屋舍外总是有音乐飘来，大地飞歌，清风为伴，广袤的田野生动浪漫。而这两年呢，关教授也是带着他的乐团四处演出，其中少年乐团甚至可以在全国的业余比赛当中获奖，而乡亲们在一次次的表演当中也感受着快乐，找到了自信。前不久在黄川县年货节上，关乐生带领乐团进行了一次表演。他给这个80人的演出队伍编排了民乐和西洋乐的融合曲目。感受准备得很好，觉得舞台呢装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有点上下场，有点凌乱啊。但是呢，更大的舞台，但是效果呢，最后基本上还可以。我看到群众都很欢迎，他们有史以来黄川没见这么大的乐团。您也很自豪是吧？这两个孩子学了3年半了，我可能我要远一点，因为刚开始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拉的挺好听的，我也练练玩呗，你陪孩子练练嘛，就这样子，所以说慢慢的也学起来了，我想也3年。这样的大型演出机会对大家来说都很难得。乐团初具规模后，只要有舞台，关乐生就会带着大家去表演。他还担任了黄湖小学少年宫的校外辅导员。曾带着孩子们去北京、西安等地参加比赛。评委说俺们拉的节奏感强，团队合作也可以，但是俺们的音准不太好。俺们想，那完了，那些金奖不跑了吗？俺们当时伤心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去西安嘛，西安去那个陈上面玩，给俺们讲个惊喜，手机给俺们看，全都是金奖。
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是管教授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去的，上了火车以后每过一站管教授就让我们下去给那些乘客们表演。一开始我还有那群朋友都很害怕自己就是会被别人嘲笑嘛，但是并没有，而是他们那些人都在没有说什么，而是给我们拉完以后他们还有时候还会鼓掌或者是给我们拍那些视频。一路走一路演，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在农展馆科技馆的门前，关悦生让黄湖农场的孩子们大方地向外界展示着他们的音乐才华。您这个评委队的他说呀，你们这群孩子啊，你们演出的太好了，你们不是来比赛的啊。他听顿了一下，你们是来表演的，来演出的。那是说明他们很成功，他们达到了一定程度。短短几年间，关悦生种下的音乐种子已经在家乡的土壤生根发芽，未来他还有更多的目标要去实现，到各个学校深入下去，把我们的这个音乐让他们能听到。一进学校人家一听歌声朗朗，我就想我必须把这个素质教育给他推广，先从黄川作为起点，就每一个学校都要成立一个乐团。这一路走一路演，我们通过片子确实也感受到了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也对于这个演奏的曲子的理解啊。那乐伎当中就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自古以来人们就用音乐来抒发感情，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可以唱出来弹出来。关教授之所以能将麻将声变成交响乐，让小心灵长出小目标，是因为他不仅通晓音乐的魔力，更满怀对故土的深情，一心要将黄川建设成为音乐之乡，培养出更多的音乐人才。传道授业，回报家乡，这份拳拳之心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关教授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春秋的时候，孔子的学生子游是做武城的地方官，他当时就非常注重礼乐，还教当地的百姓古弦而歌。孔子去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对子游大加赞赏，弦歌而至就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典故。而关教授在乡村重音乐，优秀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发扬，弦歌而至的魅力也得以再现。咱们刚才说啊，这个村民们是从打麻将变成了玩音乐。我想说啊，不是麻将打不起，而是音乐更有性价比。其实村民们从打麻将到玩音乐啊，中间有两道坎儿，一呢是没钱，二是没人教。关教授就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啊，还有自己的金钱，把同学们把村民们带进了音乐的殿堂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呢，关教授接下来的教学计划能够顺利的实现，能有更多人享受到音乐的乐趣，在音乐当中感悟音律之美，也感受生活之美。